来，所有的机位都还起来，所有的机位都起来了。好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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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先等五分钟，快！你们看，你们看。 有哈气，看到了吗？我们冷死了。等一下，邓超在哪里？邓超在哪里？本叔叔，你们可以找一下，今天其实已经在现场了。哎呀，后面啊，真的是阿拉丁神灯。 哎呀！虚晃我们一下，超哥。哦，肯定在里面。我跟你说，你们想的太好了，他一定在这里。超哥，超哥，你好吗？有没有？哇！ 完全没有喜悦感嘛！啊！耶！啊！你！后面，后面，哎，为什么没有人注意我？为什么没有人注意我？因为我早就知道你在后面了。没有人。我完全没有人管我，早就我们在聊十分钟好了。对，然后我先给大家带了一些礼物，可以让你们温暖一点啊。 衣服，小鹿，哇哦，走来，看到了，对，这是我们电影《恶棍天使》的T恤，对，我觉得我今天是一个特殊的身份，所以就是你们首先要照顾我，照顾我，照顾我，然后要对我好，要谦让我，能不能？啊，我们从来不谦让嘉宾的。 谦让嘉宾是对嘉宾的不尊重，对。当然了，你今天到来，让我们感到同病相怪。感谢感谢。当然，在这个十二月二十四号，对，也就是过几天，《恶棍天使》即将要上映。感谢兄弟朋友们的帮忙。等一下，既然到《恶棍天使》，《恶棍》那天使在哪里？因为是这样，我曾经说过，我不可能让他上跑男，所以今天我是唯一的嘉宾。不是啊，我听你说过，上跑男撕碎他。 对，我说要把它撕碎。哎，有车，有车来了，车来了，这是谁呀？哦，真的来了吗？哎呀呀呀呀！ 娘娘吉祥！哎，我为什么要叫？娘娘吉祥！不是你的娘娘吗？你们家的。好了，等一下，我这个人从不挑事儿。刚才摄影机都记录下来了。超哥说，丽姐来要撕碎他。这对于这个，您觉得要怎么回应？试试吧，试试吧。哎呦，哎呦，试试吧。不要上当，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要轻信这个东西？忘记之前发生过的一切，没有队长，没有邓超。 只有恶棍天使、墨菲里和张小刀，怎么样？孙小姐，平常在家，你先生在家里地位怎么样？好好说，好好说，好好说。
各位，今天的主题是黑白天使的对决。白天使有五位，黑天使有三位，其中孙俪的身份是白天使队的女王。而其他七个人的身份则由你们自己抽取。特别提醒一下，你们各自的身份请保密，只有你们自己知道。接下来我宣布游戏的分队。好，分队邓超、郑恺、 Angelababy、 王祖蓝，你们四个是一队，要把我们剩余的人是另一队。对撕你们是这样的，我们这一队。哇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我们这一队强到爆炸，就能爆炸，你知道吗？爆炸是一个始终爆炸吗？真的要这样分组吗？对，今天的分组就是这样子。你今天恶棍想碰到我们的天使，必须先把我们的门，把我们这扇门给打开。我们这里还有傻狍子，还有傻狍子看门。你绝对要待在那儿啊！然后傻狍子蹲在前面。你还真当傻狍子？那边蹲啊！然后傻狍子中枪以后，叭，噗。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第一个场地，要进行第一个游戏。Yeah. 好 ，OK， 奔跑吧，天使！保护孙俪，保护孙俪姐，白的呀。提防所有人，因为节目组全天只给了你一个人身份，而我们剩下的七个人的身份都是不公开的，真实身份都是隐藏的。你是什么？你可以告诉我，没事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完了。因为你知道了吧？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身份藏得很深很深。所有白天使就保护孙俪，然后黑天使就是黑天使吧，白天使 out。知道吗？对吧？肯定是两队的一个对垒。白天使女王，那其实要你撕他，你真的撕还是不撕？我不会手软。不会手软就是自己。哇哦，吃饭了对吧？哇，很大一个碗。这干嘛的？如果这是一大碗面，那痛快了。我要下个面，给我们来碗面吧。今天由我负责来照顾白天使队的队长。我们今天是猪鹿牛保护白天使。哎，真的哎，那给我们做个动画啊！我刚才有跟孙俪介绍我们的一些游戏规则，千万不要相信你，不要相信我。这一天，只要他敢来，我就撕碎他。不管是谁，撕碎。一般叫嚣最厉害都是最没能耐的。我已经提前宣战过，我已经提前宣战过。请领任务卡。饭碗争夺赛。两队八名成员在大碗中跟随音乐一起跳舞，在音乐结束后可以把对方队伍的成员推出大碗，
被推出的人仍然可以想办法爬进来，在结束哨声响起后留在碗内人数多的队伍获胜。若孙俪所在绿队获胜，孙俪可获得一条有利线索。啊哈哈哈哈哈哈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来吧，我喜欢这个。哇耶，把衣服扣上。好吧，来吧。耶哇。我这样说一下，我真的这样，当节目组和全国观众，啊，刚刚孙俪用指甲抠我，谁看到了？我说真的，没有，我们都没有看到，立此为证，我下一把不会放过他的，真的，真的吗？他抠我大腿根儿啊！你们平时是这样吗？平时就是这样。我要替全国的男人们说一下，我会为你们受过的伤害让他付出代价。真的很痛，这个是无解的。奔跑吧，大腿根儿。Oh no！ 你不要只搞我，你要看观察你身边，起码有四个都是。我平常玩这种游戏，我就是从开始已经观察每一个人。太累了。不能，有时候要故意输，才能看出每个人。故意输？对。这不是诱导赢？我不会相信他的。误导他。好，音乐。哎，可以跳组合了，一定要在镜头上。
问他到底怎样。后面去了，到我了。换人。得有组合感，组合感。对啊。后面我就只有一个人看你到这个瞬间没有，哇呀呀，头发甩起来，头发甩起来，什么鬼这是？什么鬼这是？再出去一个，奖励钱，奖，奖。时间到，绿队获胜，耶！因为在吹哨那一刻，王祖蓝的两只腿还在外面。啊！经过最后的比拼，绿队最后获胜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！没事啊。孙俪姐，你这个队。有，加上你总共两个白天使，所以你得。